Hello，大家好，我是小叔，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同志圈里边遇到的几类奇葩人物吧，也不能算奇葩，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后在交往过程当中应该多注意多留意，遇到这类人可能要回避一下吧。对，那么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就是有一类人你知道吗，就是吹牛没边类型的，我在以前公园里面遇到过，穿的破衣拉撒，然后那个骑个破自行车，然后突然偷偷摸摸跟我讲说，他现在是在国家进行一个军工项目，军工项目特别有，他说这个项目要做好了以后，有上亿的那个收入，然后神神秘秘的就跟我这么说的，然后就说你参与不参与，参与的话你来我家，咱们俩细谈，人家可能有别的目的的，你知道吗，他就爱吹牛。以我自己的那个经验，以我自己的酒量，以我的学历啊，我干什么什么东西都毫不费事儿，就跟那喜剧小品里说的那个情景喜剧里边啊，我后边四个亿的工程呢，结果现在目前就差那200块了，您先借我200块，您借我200块吧。就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这是一类人啊，就在这个圈子里边普遍的，有的人喜欢吹牛，爱把很多事情夸大1000倍上万倍，其实经验的人稍微去琢磨一下，他如果要有几个亿的工程，那你他还会为这200块着急吗？对，看看这是谁呀、啊？明哥，明哥，上午还下雨呢，刮风呢，现在啊、又是晴天哈、啊。对呀、啊，蓝天白云。他能录像吗？可以录。可以录。他为什么不降下来呢？哎，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你看他，但是他现在视频他就是卡着的，是吗？等会儿待会儿重新飞一下试一下。下来了，关机了吗？不会，一键返航那就。行，明哥，你觉得这无人机好玩吗？好玩，这快的就咱们几个，我感觉都不错呀。现在但是被碰见了，这儿没有吧？这边没有。以你的嗅觉，你可以去捕捉一下。有是有。哎，今天咱们几个人聚会啊，来了多少人？5个人是吧？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加入我们。然后再说一类人，就是比较小心眼的，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边是吧？是。就上次我遇到一个人，咱们一块儿去吃饭，然后吃麦当劳甜筒，然后一共两个人买了两个甜筒，一共7块钱，但是一个是3.5块嘛，他都要跟人家亲兄弟明算账，知道吗？这3.5块他也得管人要 AA 制。如果要我的话，就是说这点东西应该就免了吧，对吧？但是他可能要把这个账算得很细，就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去交往。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分手的时候会提什么呀，就说啊，你得把我过去请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全部都得还掉啊什么，然后还给人列了一个清单。我觉得这样做人的话就有点太抠门了。即使是他道德比较败坏，如果你要向他要这笔钱的话，那你等于把你自己也拉低了这个道德。但是在这个圈子里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等分手的时候就去威胁要账算账，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对吧？就是大方一点，像个男人一样。你说既然曾经爱过，那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没有，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和我现在对象在一起了。是吧？那还不错。有一种人就是比较奇葩，或者叫这个比较膈应的，就是属于那种性大的，性瘾者。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几乎是每天他都要找新的人去寻求这种感官的刺激。一旦你的性高潮就是激活了你的大脑里的某一个区域，就是释放更多的那个多巴胺以后，就跟服用毒品一样的，就是非常相似的，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性欲高的朋友呢？这样也能同时满足他，而且还安全，性欲，而且还能培养感情。
你说找一个朋友、嗯、能够每天都能满足他的这种性欲的，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对吧？而且他们就是寻求那种新鲜感、刺激感。那谁受得了？那他不怕沾染点什么病啊，或者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就是高度性化，它是一种心理扭曲的一种原因吧。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害怕被拒绝嘛。嗯。比如说你要像以往一样到外面去约会啊什么的，他有可能会被拒，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你通过这种软件上呢，基本上哈约到的跟你能够看对眼的，基本上就直接就可以进入约炮环节了，就把这个中间的过程给简化了。现在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两口子之所以有很多人就是 BF 之间处不长，就是因为他们吵架了，他们不是寻求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而是直接就直接到软件上约一个新人就完了，对吧？当然了，反正也有使用这些 Blue 的呀或者 Grindr 这种软件能够找到自己朋友的人，我不是说否定这种软件一定就是约炮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但我就是说这种软件可能会促使有一些性瘾患者更加的就是能够就是加重他们的这种病情。对，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吧。哦，那您觉得这种心理疾病需要治吗？还是让他就当然需要了，这算是就是性瘾的一种焦虑状态。我觉得既然毒瘾都可以去治疗的话，那么性瘾为什么不能治疗呢？他们其实也知道，很多人也知道这种软件就是起到的是一种不好的作用，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随手你都可以去点击这个软件，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就是你摆脱不了它。可是我认为这种性瘾其实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点击软件有瘾，嗯，然后它猎奇心理有瘾，嗯，其实还是心理层面的一种。他就是能够把你的这种简单的打开软件去约人的约会的一个动作跟你的这种性中枢的一种愉悦的反应联系到一起，使他就是产生一种依赖，想戒掉他其实挺难的。你毕竟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变得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了，就是低头党，现在是低头族，现在是一种时尚，对吗？哎，这两条鱼才10块钱，多便宜啊，对吧？是吧？这是什么鱼啊？那个鲫鱼。鲫鱼啊，不是，这叫做的什么？鲫鱼冻汤。鲫鱼汤。鲫鱼汤是吗？嗯。但熬做白汤，可能就肉质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损害，它汤会好喝，主要喝汤鲫鱼。那这鱼呢就不要了？还是要呀、啊，鱼当然可以吃了。太白家了。汤应该是白的，是吧？对，这就是白的。2箱啤酒，6个一箱。啊？6个一箱。6个一箱。对，你要12个一箱，我滴了就费劲了。滴它。哎，你这做的什么呀？陈醋萝卜。切完之后拿水泡个几分钟、哦、凉，或者放保鲜柜里边凉几分钟。还有一类人就是比较奇葩的或者膈应人的，就是那种比较虚伪的。我不知道你那边遇没遇到过，就是就是在网络上他总是去询问你，你的情况啊，要你的照片儿，嗯，他主动的联系你，想跟你约，但是他还要先要你的照片儿，然后呢，他再发，他要看你的照片好坏，如果你要不是他的菜，他可能立刻就把你给删掉，然后或者是他永远躲在幕后，然后去打探你的消息。交友嘛，就是互相的去交换这个信息，但是他可能永远希望你去主动。还有一类人就是他是同志，但是他还要就是用他的道德去讥讽你，比如说他说，哎，你看我多爷们儿，你们都不爷们儿，你看我结婚了，我又能玩男的又能玩女的，然后私下里其实他就是已经结婚了，他还去找小三啊，找这些男人啊。其实我觉得这类人也挺多的，
刚才你说的这两类人我都有遇到过。第一类人你就说就是比如说就是像网恋一样嘛，老是问你要各询问你各种情况，但是就是不出现。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在聊天的，他就是他距县城大概是28千米，然后的话是在乡下，然后的话我就跟他说了，他说如果你不好意思来的话那我可以去，他说你不要来，如果要视频的话呢我可以只拍下面跟你一起视频，但是的话脸不可能给你见的。而且他一直在挖我的信息，就是说今天我看见你了，你去干什么，然后我那天又看见你了，跟着一个男的坐一个摩托车，你又是干什么，他老是这么问我。当时我就反问他嘛，我就说你看我的时候是你当时在那个县里头你是在忙什么呢，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开始不回复了。然后他是什么原因啊，他到底为什么老躲在柜子里边幕后，他干嘛不愿意出来？跟你坦诚的真诚的见一面聊聊天不好？可能还是他本来就是乡下人嘛，乡下人他有一他挺胆小的，他可能也是会担心就是说暴露他自己嘛，然后的话呢因为我在那个网软件上面暴露了，如果他跟我走在一起的话呢，那其他人躲在那些幕后的人也没有做实名认证，那他看过来哦，你这个男的跟那个男的走在一起，那你也是了，然后的话怎么怎么地，我们那边怎么说呢，就是八卦新闻传得挺快的，小县城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就是离我住的特别远特别远，就是说我们那个县城有一条河嘛，我住左边河，然后有一个人住右边河，右边河的那个人他因为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要闹自杀，然后的话呢惊动了警察。哇塞，惊动警察，那个警察不保密的，把这个事情大肆宣扬。这个苹果千万别放水啊，不能放水，别放水，它本身就有水，洗过当中有水，它吃出来之后把这个肉味拔在苹果里边。好吃吗？那个凤尾菇的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是吃得出来，非常的有那个凤尾菇的味道，那个香菇味道很重，非常的那个浓郁。这是做鱼的那个料吗？对。为什么要放肉啊？为什么要放肉？冰箱嘛。是为了要那个猪油啊，还是为了要？这个海水鱼啊，因为它那个味道跟那个淡水鱼不一样。干嘛？不是你凉拌土豆丝，你哇凉拌哦，哇这么细啊，都能看到那个透明的了都。好吧，那我们就吃吧。好吃，吃吧，吃了吧？饿了。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没吃东西，就吃了点花生米，然后垫肚子，然后一直在喝茶。就是现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有一类人，就是患有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的就比较多啊。他们也不能算奇葩吧，反正也算是一种问题，就是说好多人是因为感染了这个新型艾滋病，或者是就是长期的有这种慢性病的，你发现就是身体上有病，他就会心理上他也会有一定的疾病，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知道吗？这个我倒是没发现啊，我周围的那些人，
他们的焦虑大多是来源于就是我想有一个固定的伴，但是我没有伴，我是一直是过的一个单身的生活，他是他的孤独感非常的强，但是焦虑我是没有发现，因为他找不到，也是也算是一种孤独吧，就是找不到朋友的这种孤独的消极的这种心态，互相也是互相能够传染的，比如说我好比说过得不好，然后你是我的朋友，然后你我可能老跟你说这事儿，你心里也会变得就比较的抑郁低沉，这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牡丹园，咱们就说自杀的这些人好几个了啊，每年都有，他为什么，或者说自暴自弃的这些人，他为什么有药他不去治，他就是因为他还是就心理抑郁，他觉得哎吃药反正也难受，还不如就不吃了，得了我就了结我自己生命，他还有这种轻生的想法。牡丹园这种东这种人很多吗？就是那你看每年都有不同的人就是去世嘛，其实他很多人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死亡的，他可以存活下来，但是他就我不知道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其实原则上就是怎么着消极的心态，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引起的，对吧？三车追尾了，你看看，经常出事吗？在北京啊？对啊，北京就是这样，因为车多嘛。那个用北京话说，那个吃喝玩乐怎么吃？怎么说？我说的肯定也不标准啊，吃喝玩乐。是。我俩开了个酒店。在这儿过去，它顶层是12个四合院啊。对，我就刚才前面上面是有说是有四合院，我刚才看到它亮一下红灯。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圈内的几种奇葩的人或者膈应人的人，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啊，欢迎你也给我评论留言，另外没有订阅的朋友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记得按一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到我的视频信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小叔，在这里祝大家开心每天，再见。